今天的这个牛肋条你一定要试试，特别特别的好吃，而且方法非常简单。除了番茄牛肋条，青菜做了一个清炒钢白菜，还做了小朋友特别喜欢吃的脆皮鸡翅。首先我们把鸡翅腌一下，这样会更加入味，最好腌够3个小时，或者是提前一个晚上腌上。鸡翅呢，我们两面划上花刀，加入葱姜蒜，2勺料酒，2勺的生抽，1勺蚝油，半勺的胡椒粉，少许的盐，黑胡椒粉，可以提前一个晚上腌上，或者是腌上3个小时以上。牛肋条一定要提前浸泡一下血水，中间可以多换上几次水。清炖牛肋条的关键是这个西红柿，里面我放了2颗，我们把它切成小块。调味料我准备了干花椒、干山楂、姜蒜、八角、香叶、桂皮，如果能吃辣的话再放上一些干辣椒。牛肋条我们把它焯一下水，里面我只放了料酒，撇去表面的浮沫，我们先来炒个糖色。冰糖的话我加了大概20克左右，然后把刚才焯过水的排骨放进去，炒至排骨沾满了颜色，把刚才准备好的所有调料还有一半的番茄全部倒进去，翻炒几下，直接放进电压力锅来炖，这个呢省时又省力。我们把所有的牛肉都放进去以后，加入多一点的开水，因为这个炖牛肉的汤第二天的时候可以给小朋友下个面条呀，下个面片呀，都非常有营养，味道也非常非常的赞，选择牛羊肉的腱就可以了。时间到了以后，因为它这个里面汤汁是比较多的，我们把它捞出来，再转到普通的锅里继续炖一下。里面这个时候呢可以加上一些配菜，我里面的水呢尽量的留了大概能够炖20分钟左右的水，这个时候的调味呢再放上了生抽和老抽，最后出锅的时候再放上盐、味精，还有刚才我们留了一半的番茄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清炖牛肋条的方法真的非常简单，推荐大家一定要试试。如果你喜欢吃牛肋条的话，这样炖出来的牛肋条真的是软软糯糯，入口即化的感觉。腌好的鸡翅我们先蘸上少许的干面粉，如果你有炸鸡果粉就可以把它换成炸鸡果粉，然后蘸上一遍的清水，再蘸上干面粉，如此反复重复3遍，一个有着鱼鳞纹的漂亮的鸡翅我们就把它做好了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把油提前加热到6成热，裹满面粉的鸡翅直接放进锅里，先不要动它，等它微微定型我们再来把它翻动，两面炸至金黄就可以捞出来了。我们腌的这个鸡翅无论是味道还是口感，我个人认为都是家庭饭当中非常好吃的了，就不爱吃饭的小朋友一次吃上3-4块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还准备了一些喝的，我就准备了味噌汤，因为它方便快速又简单。先炒香配菜，这个里面的配菜呢我们可以任意搭配，然后你像土豆片呀、胡萝卜呀、芹菜呀、西红柿呀，这些都可以放，还可以放虾仁呀，你喜欢的所有的配菜，比如说海带呀、豆芽呀，全部煮熟了以后我们关火，再放上味噌，这样一份特别简单的味噌汤就做好了。因为电压力锅里面炖了牛肋条，所以这个米饭的话我就用这口小炒锅来煮，淘洗干净的大米直接放进去，1:1的比例就可以了。如果量少的话这口小锅还是可以的，但是我尽量的推荐大家用左边的黄色的这一口珐琅锅来炖，因为它完全不会出现溢锅的情况。这口小锅呢我们还需要在跟前看着，溢锅的时候可以把盖子翻开一点，最后中火大概10分钟，我们能够闻到米香味的时候关火就可以了。用珐琅锅的话我们中途完全不用看着，用这口锅中间我们就一定要看着，因为放的米比较多嘛，它会有溢锅的情况发生。无论是用它还是用珐琅锅来煮的这个米饭真的非常快速，10几分钟就可以搞定了。我印象当中还没有比它更快速的煮米饭的更好的方法。好了，今天的午餐就准备好了，这个牛肋条真的绝了，推荐你们也试试。可以放心大胆的是一定不会翻车的，因为电压力锅焖了很长时间，再加上我们又炖了20分钟，这个脱骨是显而易见的，吃到嘴里就是大块的牛肉都非常的软烂。牛肋条的这个方法我觉得无论是老人呀、小孩呀，比起吃排骨它更方便、更软、更烂。谢谢你的收看，我是咸鱼，我们下期见了。